永续发展座谈暨新春联谊茶会，会议开始。首先邀请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市议员徐艺术服务处的徐源，我们请徐源致欢迎词。我们欢迎徐艺术徐源。谢谢哈、哦，首先呢、啊，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伙伴们哈、哦，先把你们的手机关一下震动，好吗？啊、哦，关一下震动，好吧？再来就是这个区长啊，这个我们这个音响哈、哦，要稍微改善一下，就是慢慢就太少了，增加一下，啊、哦，好，那。哦，首先啊，我们邱副秘书长，我们各局处啊，首长，我们北水局，我们的长官哦，还有就是所有的我们龙南区啊、的里长，社区办协会理事长，还有很多社团的首席理事长，哦，以及啊，哦，所有的这个与会的代表。大家武汉大家好。好。那今天啊，非常非常的荣幸啊，就玉树呢，在这一段时间啊，感受到我们桃园市升格以后，哦，那地方啊已经区级化了，很多很多的行政的程序，包括很多的补助，很多的建设。正在推动的哦一些啊因心因格的事项，目前呢的观察呢，觉得有必要请我们这个市政府啊，我们郑市长领导所有的团队，以及啊我们啊区公所哦的所属啊同仁，共同的哦跟地方啊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让各位啊地方的领袖能够很充分的了解。升格之后，我们整个市政府在推动市政的同时，各位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过去我们地方很多已经推动的建设，是不是能够继续来完成？那我们地方又有一些什么重大的建设啊，需要来推动啊，需要我们郑市长啊这个执政团队来共同完成。哦，所以呢，特地啊举办了哦今天的这个、啊、茶会及座谈。那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啊，在全世界，我们放眼望去啊，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呢，在各位的印象里面，每一次总统的大选过后，这个落选的总统呢，一定第一通电话会打给当选的总统，祝福他。并且呢，希望他好好的来为这个国家来效力，而且抱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让这个总统觉得他赢得非常有尊严。那相对的，我想美国的国会啊，同时呢，对于啊政党的利益啊，一定是放在全国哦，放在这个国家的利益的。最后面，那也就是说，政党的利益一定不能够超越我们人民的利益。因此，玉树啊，在过去、现在都是国民党员，那现在呢，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在野党。那因此呢，玉树为了龙潭的地方发展，也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称职的在野党。好好的来监督政府，那并且跟我们的政府合作，共同为我们龙潭区最大的利益来打拼。龙潭乡之所以能有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前辈，很多的乡长、村长，很多的领长、地方的社团领袖，共同啊打造今天的荣景，甚至在这一次的会期，昨天啊。哦，已经啊，在前天已经完成，今年总预算啊900多亿的一个审议，那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的预算将会透过郑市长
新聘任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共同的为我们龙潭，为我们所有桃园市的市民啊来做服务。那我们希望，我们希望这些经费这些预算能够真正的落实到我们区内所有乡亲的一个最高的期待。那因此未来玉树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持我们郑市长的团队，那也希望郑市长所属的团队能够本于每一个区都是我们桃园市的市民，能够非常公平公正的来推动我们的市政。那当然因为代表会走入历史之后，区公所也将由市议员来监督。那过去玉树不在位，不在啊这个代表会，因此呢对我们乡公所很多的事务只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那从今以后希望我们区公所能够继续来推动好的一个政务，并且能够继续啊来支持我们各村里的里长一起为龙潭的进步来努力。这次预算的通过，我们发现在整个垫付的一个预算中，我们有很多的民意代表对龙潭的建设非常的用心。这次的预算里面啊甚至有很多预算都是以前放进来的预算，争取到的预算。很多北区的议员都认为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的预算都不厚龙潭，为什么客家事务局在龙潭办了这么多的活动。所以龙潭是进步的，龙潭是幸福的。那既然我们生长在这么幸福这么进步的龙潭，除了要感谢各位之外，我们更加的要凝聚共识。我们今天郑市长所领导的团队就像是一艘非常庞大的航空母舰，各位局处首长在里面都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桃园市政府的用的公务人员的人数超过一艘5000个人的航空母舰，如此庞大。那各位呢在我们的村里社区在社团就像是一艘渔船一艘货船，那玉树呢担任的就是一个补给舰的角色。因此我们好好的来分工，在这个蓝海的世界中好好的航向我们的希望。玉树愿意用最谦卑的心情，除了给各位最多的支持最多的努力，那在这里我也期盼我们的郑市长所属的团队能够给我们龙潭区最多最多的关怀。今天我们希望市长拿出魄力，市长能够给龙潭区我们需要的预算，那我们龙潭一定会给我们郑市长跟所有的团队源源不断的掌声。各位说对不对？对。好，那因为市长在这个路程中已经啊到达我们现场了，我们先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郑文灿郑市长莅临。谢谢市长。我想刚刚啊的一席话重点呢刚好就是后面的这个三句，最重要的就是请市长拿出魄力给龙潭区全力的支持，那我们给市长源源不断的掌声。各位说对不对？好，那我想刚才玉树啊也谈到过，我们要学习美国真正的民主，执政与在野之间通力合作，为全民的福利来打拼。那我想，今天啊，要非常感谢我们地方各界能够啊，拨冗来参与，放弃啊，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美好的假日时光，
在这里一鞠躬，感谢大家，让我们共同来努力，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主办单位徐玉树徐源的致辞。在还没有请我们郑市长发贵宾致辞之前，容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郑市长所领导的团队。首先，掌声欢迎我们市长郑文灿郑市长，我们的副秘书长邱俊明副秘书长，龙潭区公所的区长邓玉彩邓区长，体育处处长赵平南赵处长。局局长古新龙古局长，我们军发局科长郑超明郑科长，我们地震局专门委员何明光何专门委员，公务局副局长杨忠慈杨副局长，交通局局长高邦基高局长，观光旅游局局长杨胜平杨局长，警察局主任秘书文新福吴主任秘书，大家好。文化局局长庄秀磊局长，研讨会主任秘书陈如文陈主任秘书，客家事务局蒋江蒋局长，陈酒局主任秘书杨专颖杨主任秘书，欢迎谢谢。下面我介绍吕玉玲吕立伟的秘书陈明部陈秘书。严忠杰严严的秘书何玉义武秘书，大家好。我们民政局的局长汤惠山汤局长，谢谢您，谢谢。现在介绍我们在地的我们里长，我们有三十位里长，有里长联谊会会长一人一公所领导的三十位里长全部齐起立好不好？好，大家欢迎欢迎你们各位里长，谢谢你们。现在是介绍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十六位我们的理事长跟总干事，是不是起立给我们欢呼？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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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介绍我们中青会的会长，还有我们社团的各领导人，是不是站起来给我们鼓掌一下？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再来介绍我们义警中队、民防中队、守望相助中队跟警友会所有的干部，是不是请站起来？有大哥欢呼，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来主动介绍，陈的吕颖、吕立伟的龙潭服务处的主任任恩光任主任。小朋友介绍到怎样？要补充介绍。我今天邀请我们的市长郑文灿郑市长为我们致辞，我们掌声欢迎。谢谢我们龙潭区的徐玉树议员以及服务处的团队。在场我们龙潭区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里长叶一峰会长跟所有的里长，各位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义警民防守望相助的所有的这个干部以及我们社团界的代表在场，还有我们今天市府团队来参加的成员，包括副秘书长邱俊明跟各位局处首长或者是代表，那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吕玉玲委员的任恩光任主任还有严忠杰委员的这个主任我们原来的副分局长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那原本这个新的市府成立之后就会办这个区里座谈但是呢徐议员特别在那个议会审查预算的期间，他就特别说干脆他先来办一场。那我也想说这个本来跟地方的这个民意沟通就不拘形式，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就用这一场来做一个，也不管是由我们的区公所主办或者是议员服务主办，基本上都是沟通。那我们区公所的邓玉彩区长也在现场，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OK， 那今天算大阵仗，其实一般这个下乡不会这样子安排，不过这个是议员的面子也是他的热心那我先在开场之前跟大家说明，那么其实龙潭我也来了非常多次，包括选举前或者选举后，那每个村里每个社区我多多少少都有些了解。那当然这个新的市长新的团队现在区公所跟市政府是二合一，所以要第一线面对问题，
那在我看那个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升格的过程哦，他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升格准备工作做好。但是我们今年哦比较特别，今年我们升格前有准直辖市的接触段，坦白说筹备的并不是很周延，所以上我11月29号选举结束，12月25号上任之后，1月16号就要完成预算，然后1月30号就要把预算送到议会，所以只有短短大概20几天的时间哦，要把所有的预算框列好。那原本在我们这个旧的县政府哦，提列概算的阶段，大概就是很多的预算都没有设想到，所以我大概救回了单单民政系统就变更或调整大概100多项预算。那这个预算的重点在于说哦，要让基层活化，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议员，那我从议员做到行政院新闻局长，所以我知道基层的里长、社区发展协会、地方的组织，包括今天有来的是义警民防、义消、守望相助，那当然其实也还包括像后备宪兵、后备军人、后备干部等等，很多很多的一般的人民团体、市民的运动团体、市民的这种文化团体，那以前乡镇市的阶段有很多，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部分给予他们比较大的力量。第二个是说申请的流程作业也必须要简化，那区公所就等于是市府的分身，要当第一线窗口，但是新的区长又变成是公务员，那么他的行政裁